打成浆做成的鱼羹，一般人都会大口大口吃，应该不太容易吧？会吗？就骨溜骨溜要吃下去了。但一名37岁妇人吃的羹当中，竟藏着一根鱼刺，妇人一口吞下，刺进了喉咙。看的时候觉得喉咙有阵疼痛感，她不以为意。 他生吞下大量的食物，想把它吞到胃里面去。一周之后，妇人右边的喉咙肿大疼痛，还发烧。就医一照电脑断层，发现一根将近2公分的刺，从食道刺进喉咙，引发深部感染。刺哈，它在游离的过程中哈，会钻到肉里面去。那当时我们打开的时候，里面都是脓。 把整个脓清干净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很明显的鱼刺。医生清创治疗时都找不到这根刺，以为已经排出体外，直到妇人出院再次回诊时，开刀的伤口上才发现了这根刺，总算结束了这一场鱼刺梦魇。大爱新闻陈怡真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